今天就来逛个街吧。你在对什么生气啊？对这条街啊？最近都是些公关俱乐部之类，一家像话的店都没有。与 其去那些店，还不如到超商买酒喝比较好。10年前之类还有很好的，真想回到那时候啊。对公关店没兴趣的男子。好，我再来开这个 C2。哦，原来这样子就可以被真岛盘查哦，绅士伞哎，甩棍哦，都放武器在这里面。目前能开的好像就这些了。哦，这个喝酒醉了，就是撞他，他又会来打。哎，真的哎。故意去撞他。ちょっとお前。ええ。その目つきが気に食わねえ。なんなんだ。哎呦，和火爆浪子模式真是好容易被打断。达成 1CP 了。我们再来夹娃娃吧。来夹哪一台？这个猴子好可爱，我来夹猴子好了。我要那只大只的猴子。这里，多的，哎呀，哎，有了，用推的把它推下来了，刚刚，那我们换来抓白色这一只吧，多发最旁边很好夹。哎，这我有必要动吗？稍微往前一点点就好。这感觉很简单的，这只放在这个位置。耶！贝比。好。再来是这个有花的，这个再夹到应该就猴子全部凑齐喽。这样子，多的，哎，稳一点哦，稳一点哦，哦，很稳，300块夹三只。店家都要哭了，获得5种奖品，哦，这样也达成1CP，太好了。我们请店员换一下机台，看有什么有趣的娃娃可以再加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欢迎光临 Sega。来夹这个松鼠，投币。横に移動します。哈，
我们就直接先来夹中间那一只粉红色的。啊，我是不是太进去了？你看这爪子好有力哦，就是良心店家哎。好。可是这样子，最左边那只变得不好夹了。哇，这有点难呢。这样子吧。嘿，夹尾巴。哦，这真的是良心店家，爪子太有力了，每个都像宝夹一样，大型莉莉。啊！店家真的要哭了啊！这样子夹尾巴啊啊，好吧，这没办法，结束。呀，再来开刚拿到的 H1 电击枪，感觉很厉害哦。打麻将的乐趣，我们来去打麻将看看好了。这边有人来找茬。哎，还有哪一个？我刚方形好像没有按到。打麻将是哪里？这里。哦，十年前的那个当铺。六蓝庄，好像很有趣。在雀庄六蓝庄可以玩一般的麻将和排名战。哦，弱桌、中桌、强桌，25000点的点封。哈哈哈，还要付一次50000块报名费。哇，我们来玩看看吧。今天想打牌吗？哦，不是凤，是棒啊，点棒，一点是一元。我刚才说25000嘛，你就买个25000玩一下。然后这边居然有钥匙 ，F4。好，我们来玩。我的程度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来弱桌就好了。哟，要不要来打麻将啊？但我们很弱，哈哈哈。打牌，因为我也很弱，就来玩玩吧。哇哦！いいツモが来るじゃない。哎，想不到真的可以在这边玩这个牌耶！
哦。那 tempo 好快啊！哎，好讨厌哦！三锁，哎，怎么都没有人碰，还是吃啊？是怎样？我干嘛把八啊算了，痛。糊了，这是怎样？我什么事都没做到，就他又糊了，断腰酒。糟糕啊！我果然不会玩啊！好，碰。不用。二手打掉。哎呀，好讨厌哦！哎，天哪，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可是打八筒应该是蛮安全的，把它打掉好了。哎，哎，怎么一直拿到筒子啊？哦，哦，哎呀！难的话我就不碰了。哎，我这样不能自摸吗？三四五六七八难啊！哎，坏，这样不是算自摸啊，是因为没台的关系吗？哎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真的不会玩？三四五六七八，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听难了？哦，放箭，白板，听白板好像比较有用。好，再把难打掉。高。哦，四筒。哦。利己。真假的？哎，看那个人丢白板，我也不能糊哎。哪里马鸡的糊点呢？怎么办？我不会玩，对糊。还是日本的规则我不太懂。誰か儲けろや。天啊，我这个牌真的是烂到一个爆炸。哦。
哎，太快了吧！丸見えやな。今晩どうしようかな。六七八，一二五六。打一些比较安全的，放弃。五九万，一桶。哎呦呦！好可怕哦！暴听。哎，怎么办？我在弱桌也赢不了啊！感觉好像可以凑个大三元之类的。不要再给我拿桶子。哎，发碰，把锁打出去好了。哎，一直拿桶子，好讨厌啊。听五万跟红钟，糊了！哇，哇，还有这种特写，大三元有吧？逆牌，逆牌，小三元啊，是小三元。因为红钟没有碰，差一点，可惜了。哦，赢很多哎。耶、yeah ！怎么办？我好想继续玩麻将、喔。天哪！我们现在处理正事好了。停止打麻将，我下次再来玩。我觉得好好玩，打得真开心，下次再来玩啊，没问题的。我刚好最近很想要找个麻将游戏来玩，想不到就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完成这个愿望。象棋哇，还可以玩象棋，可是我对象棋完全不了解啊！我看到有卡拉 OK 店呢，来去卡拉 OK 店看看看，唱卡拉 OK 喽！卡拉 OK 店在哪？啊，这里这里，卡拉 OK 馆呢？点歌点歌。你好，请问几位呢？一位。就我一个，那么我来代位。实际上我也会一个人跑去 KTV 唱歌，因为就揪不到人，我就自己去。
哇，所以是 in game 的感觉嘛？我要按着节拍这样子，三角是打拍子，圈是铃鼓。哇，这怎么记啊？他应该会自己跑出那个吧？啊，这个画面，演唱。目前只有五首歌的意思吗？志气音 没钱没地位的男人，你该不会是气质团的歌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，哦哦哦哦，气氛有出来哦，哇，好难哦！啊，我不太会玩 in game， 你知道吧？哦，别快！这个配置，一马的那个声优还要来唱这些歌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他在监狱里都在这样子的做这些事情吗？对啊，分数一定很低啊，我 miss 太多了，740分。风格唱歌，哦哦，多了好多首歌哦。排行榜，哈哈。好啊，我们先这样子，下次再来唱。离开。这太有趣了，太有趣了！我们看看，还有公关店呢。我们在办正事前，先把这些游乐设施都给玩一玩吧。看来公关店叫什么？我们是喜内。先去免费介绍所收集情报好了。啊？所以我来这里不是要消费，是要去工作的意思吗？可以欣赏到诱人舞姿的店家。这个、啊、可以看人家跳舞的地方。阿吉啊，那边那位酷哥要不要来表演酒吧呢？才3000元就可以大大满足。好，3000块嘛，可以的。一位客人进场。怎么下面感觉很阴森啊？请进，我来为您代位。位置普普通通，还不是第一排。就这样子看人家跳舞吗？没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吗？突然让我想到我去秋叶原的女仆店，
女仆也会在店里就是表演舞蹈这样子，那现场的气氛就跟现在这个画面是差不多的。看起来这真的只是看跳舞哎，然后就要付3000块。跳完了吗？去女仆店至少还可以跟女仆合照啊。哦，没有了，要离开吗？继续看，离开啊，继续看，该不会就一样的画面又再看一次吧。南侧，我要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进不去。我想看有没有钥匙掉在这里，没有，好吧。呀，想不到有麻将可以玩呢。我觉得，等一下我就要继续去麻将那边玩，记录之后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耶、yeah, 又拿到钥匙了。